What happens when it's over? Could we come back as someone else? You've come back. Uh-huh. Then he looked right up at him and said, You know, Dad, when I was your age, I used to change your diaper. There's me. I was flabbergas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And Ian came over to me and he said, Mom, when you were a little girl and I was your daddy, what was my cat's name? And he said, I used to call him Boss, right? Well, I just went blank. But, you know, now, yeah, anything can happen. Yeah, anything.是什么神秘的龟啊、身啊之类的，它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一部分。赵倩提到了一本书，啊，《前世今生》，说通过这个催眠呢，可以回忆起前世。催眠，它也有一定的道理，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但也不能说是全部是这个，可以证明。有一天，一个小孩在他爸给他换尿布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让他爸哭笑不得的话，爸爸，你在我这么大时候，我给你换过尿布。可能那个孩子他没有必要去参加这个骗局，对吧？但是呢，是家庭他们可能出于某一种动力，他们就会编造这个故事，然后就是说，当时孩子是这么说的。也有一些案例，他们的发生和研究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进行的。比如说啊，这个《生命的真相》这本书里，啊，堪布您也提到有一个博士叫史蒂文森，啊，他这支团队呢进行了很多啊，对于一个人在正常状态下的一些这个案例的一些研究。啊，我们栏目组呢也是收集了一些资料哈，有个小片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史蒂文森先生。美国精神病学家、医学博士，1957年担任弗吉尼亚大学精神病学系的教授和系主任。他成立了知觉研究部门，专门研究超自然现象。他的研究引发了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个话题。哈佛人类学博士安托尼亚·米尔斯一边协助史蒂文森博士做研究，一边做独立调查。吉姆·塔克也加入了史蒂文森博士的性格研究部门。在40余年研究中，史蒂文森团队走遍全球，研究超过3000个声称记得自己前世的儿童案例，访问儿童、家人以及其他目击证人，不断地询问他们问题，就像法律侦查，非常谨慎地研究、记录。有时还会借助心理测试等研究方法，确认的案例有2500多个。在轮回转世这个研究话题上，史蒂文森先生撰写了300多篇论文和14本书，其中包括《20案例是轮回》和《欧洲轮回案例》。他的主要作品是2268页的2卷本的《轮回转世与生物学》。对胎记和先天缺陷成因的一种心结，这本书介绍了200个案例。他认为，这些案例中的儿童身上的胎记是与儿童所回忆起的前世逝者身上的伤痕有关的。他还为普通读者写了一部精简版的书《轮回转世与生物学之与此相逢》。史蒂文森团队研究发现，儿童开始谈论前世记忆的一般年龄是2至3岁，并在6至7岁之前基本停止谈论前世。案例分布在除南极外的世界各地，在相信轮回的国家更容易找到这样的案例，例如印度、斯里兰卡、土耳其、黎巴嫩、泰国、缅甸，在欧洲和美国也找到了案例。史蒂文森教授相信，对于我们研究的案例，转世是最好的解释，即使不是唯一的解释。不管是否采用转世这个术语，这些案例研究证明，
在某些情况下，记忆、情感，甚至是身体缺陷，可以从一个生命延续到另一个生命。我们看了一个小片儿啊，关于史蒂文森团队的一个小片儿。堪布，其实我看过一张照片，是您跟这个史蒂文森团队的一张合影。您跟他们是有过面对面的交流是吗？嗯，是的，2015年跟2016年啊，就见了两次。这个团队就不是很庞大啊、有几个人呢，都是科学家，非常好的这个顶尖的科学家。左边这个人啊、是。史蒂文森的团队的现在一个主要的人物。那那边右边的这个人呢，他是研究濒死经验的这样子的。然后我就跟他们就面对面的做了一些交流，问了一些他们的研究的这个情况。那这个当中呢，他们说他们现在他们的手里已经有2500多个这个案例，然后呢，这个案例呢，都是来自于全世界所有的地方啊。早期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信仰的地方是比较容易找到，因为他们呢，对这个就是接受度比较高，所以呢，父母呢，就不会，把当做一个不正常的这个现象啊。有了这个事情以后呢。父母也就会讲啊，那没有这个信仰的地方呢也有很多，但是呢就是因为父母就是觉得他们的儿女啊被这个别人啊认为不正常，有这样的现象，所以也就不太公开，不愿意公开，所以就是比较不容易找到。那后来2016年的时候呢，我再次呢跟他们这个访问，那他们就是说以前有些人就说，因为这些都是有信仰的国家里面才有，其他国家里面没有，这个是因为跟他们的信仰有关系啊。所以呢他们就是针对这个美国现在是在做一个这个这样子的这个研究和调查。那他们现在呢就是通过网络他说每个星期平均在美国有3个这样子的小孩啊，每个星期啊，这个是很多的，很多了，对，新的案例，对，新的案例。他说这个，美国也是不是没有的。他说，因为美国这个他跟他的文化背景呢和跟他的信仰啊有关系啊。早期的时候呢，小孩子有这样子的这个记忆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被嘲笑，很多人被嘲笑，所以父母呢也就比较担忧不太敢这个公开。现在呢美国人开始怀疑，哎，轮回这个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呢，有这种态度的人呢现在是越来越多。然后呢他们的研究对这个主流科学家的看法没有太多的这个影响。我也问了他们，那这个研究就是就搞了半个世纪了，这么长的时间，最终就是你们就认为这是你们的这个研究呢说明了什么呢？他们的科学家啊，他不会直接说我的研究就证明了这个轮回的存在。他说我们的这些所有的研究的成果都在支持这个轮回的存在，支持轮回的这个存在。然后他说我们相信人死了以后呢还有一个东西存在他说这个人就不仅仅是这个物质世界，还有一个这个心灵的世界这一点他们说他们是很相信的。然后呢他们说这个里面呢有些时候也会有家的也会有家的。他说有一个小孩呢说他是一个一个家庭的这个前上一世是他们家的一个成员但后来他们发现这是假的，因为那家人很有钱是为了这个钱有目的的对，有目的的这个我以前也看到过英国这个 BBC 的这个电视台都被骗过以前
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但这个也不是全部啊。后来我在2016年去的时候呢，我再问了一下，那你们做了50多年的这个研究啊，最终你们现在是越来越相信这件事情呢，还是越来越怀疑你们自己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啊？他们说我们是越来越相信他们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成果。斯蒂文森呢2007年的时候就去世了。以前的话他们都到这个全世界各个地方，刚才我们图片上也看到了，去就是去实地调查。那现在他们好像没有到实地去调查，现在他们就是把过去的，但他们也讲过了，现在他们是把过去的这个真实度比较高的2000个案例这个数据就是输入到这个电脑里面，然后呢开始做一个数据分析，这样子。那这个当中呢，他们说就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个数据分析了以后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是说15岁以下的这个小孩啊，前世死亡的人啊，这一世是他们发现比较容易这个回忆啊，小孩然后呢说是在非正常情况下死亡的人是比较容易回忆啊。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疼痛啊，这些不是突然间死亡，就是比如说疼痛比较严重是吧，去死亡的时候呢，这个生病啊疼痛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下去世的人呢，是比较容易记忆这个前世。但他们说这个数据分析呢还没有做完啊，就后来我就没有碰到他们啊。我现在去的话呢，他们可能是这个数据全部已经分析出来，这里面有可能有很多的相通的一个规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都是非常的严谨的。然后呢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生物学与这个轮回的这本书啊，这个图片上看不出来有多厚啊，这书有这么厚啊，这书有这么厚，这一个很大的一本书啊。那这个里面呢讲的全部都是这方面，他收集了太多太多这方面的这个真实的情况啊，比如说他在战争啊或者是自然灾害当中这个去世啊，然后呢身体的某一个地方这个受了重伤啊，这样以后呢这一世的时候呢，那他的这个身体啊就同一个部位就是有这个特殊的这个痕迹，那这个痕迹呢不是普通的小孩有的这个胎记啊，这不是一个胎记，实际上就是一种伤疤，那一个非常非常薄的这个皮肤啊，比如说我们受伤了刚刚快要好的时候的这种皮肤啊，受磨的时候特别疼的这样子的这个伤疤。佛教的历史上佛教的书籍里面呢就讲过这个事情，差不多1800-1900年这样子的时候，另外一个教派跟佛教他们两个这个辩论，另外一个这个教派呢他认为人的精神啊是永恒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有前一世的前世的这个记忆啊，如果不是永恒呢，那为什么他有前世的记忆呢？佛教就说这个证据啊没有什么说服力啊，如果你认为这样子就能够证明他的一世是这个永恒不灭这样子的话，那我可以翻过来给你说，人的身体上面呢，前一世的人死了以后呢，这一世的人的这个身体上面呢也有他的疤痕呢，那你是不是认为这个人的身体也是这个永恒的呢那这种看这种推理和这种辩论的方法，这时候呢对方是接受这个观点的如果对方不接受的话他不会这样子讲的。实际上是这个人类历史上一直都是有这种情况的只不过就是当时就是没有一个像斯蒂文森这样子去专门的去研究记录，最后就是做这个报告没有这样子。实际上这些情况这些现象呢一直都是有的。所以我是在这些问题上是非常非常的相信这个斯蒂文森先生他的这个报告，这个是完全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不是一种参考而是一种证据。我跟他们的接触呢大概就是这样子。这个史蒂文森团队有一个案例
就特别好玩，嗯，特别有代表性，嗯，我觉得我先描述一下开头吧，嗯，开头是有一天一个小孩在他爸给他换尿布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让他爸哭笑不得的话，正好我这个 iPad 里也有这个，嗯，我放一下大家看一下，挺有意思的，嗯，非常有意思的，嗯，A hospital in America. An old man is dying. And a young boy believes he is this man reborn. Grandpa Augie died in 1993. His son Ron found him lying on the floor in his home. A stroke. Grandpa Augie died 5 hours later. Gus was born 1 year after Grandpa Augie's death. One day, when he was just a year and a half, Gus was alone in his room with his father. Ron came out and told me that he had just finished changing Augie's diaper and that he looked right up at him and said, "You know, Dad, when I was your age, I used to change your diaper." I was flabbergas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When I was your age, for this little 1.5-year-old toddler. He started talking about Grandpa. And, you know, just the little things he was saying that we knew he couldn't have known because he never met Grandpa. Then one day, Ron Ortega brought a set of old photos home, and something even more remarkable occurred. And I said, "Oh, look, look at this old photograph." And he came up to it and he goes, "Oh, there's me." Gus would make more statements like that over the course of the next years. This is the case that UVA scientist Jim Tucker is investigating. Is Gus telling the truth? Tucker has no way of knowing. That is why the most crucial information in many cases come from the parents. Jim Tucker interviews Kathy and Ron Ortega. Standard procedure. Gus said, "I had a sister, but she died. She's a fish now." And we said, "She's a fish? What do you mean? What happened?" And he said, "Well, some bad guys hurt her." Mm-hmm. And that really made me stop, because I only recently heard the whole facts of this story about my father's sister. And she indeed was murdered. And she was thrown into San Francisco Bay. A family secret. Little Gus could never have heard about this story, because even Ron Ortega did not know about his father's sister. How could his son? I really hadn't thought of reincarnation or even putting that word in connection with what was happening. I wasn't brought up, you know, with learning about reincarnation. I was brought up Southern Baptist. If you had told me that a year ago, yeah, right. You've come back. Uh-huh. But, you know, now, anything can happen. Yeah, anything. 他这个是 Discovery 频道的一个片子，我就想问 Chris。这个是不是又是一伙的？这个爸爸妈妈跟儿子，如果是一伙的话，这个爸爸给儿子当儿子，这爸爸的父爱非常伟大，说配合他儿子一个谎言，说那个他儿子说过这个话。他这个家庭就是这个孙子爷爷，他们都是一家的，然后。跟你有可能是吧，只要有关系就有可能是吧，就是说他有可能听到过关于他爸爸的事情。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孩子大家都说他是这样说的，他那样说的，太神奇了，对吧？他当时就是有录音机的还是什么的，拍了这个录音视频吗？就是说我们只听到后，就是等于是这个二手的这个这个人的这个证据，但是没有一个视频，没有一个录音的
当时的我无法确定是他那个时候都说了这些话。嗯嗯，万一这个有录音这样子的话呢，你怎么看这个问题？那就一家人干的，家人一起的，也是一家人干的。过去他们把外人也带进来骗大家，反正不是一出戏，就是二手资讯。对，可能那个孩子他没有必要去参加这个骗局，对吧？但是呢，就难了，他没有这个，家庭就是家庭，他们可能出于某一种动力，他们就会编造这个故事，然后就是说，我们真的没有一手的这个原始的这个证据证明这个孩子当时是这样说的。嗯，然后特别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那个视频最后一句话说，我觉得就是很极端的一个变化，他从不信某一个东西到什么都可能会发生的，所以他这个心态就说明他很开，他对这些他可能对转世啊这样的现象非常向往，或者是有非常开放的一个态度。一年前呢，他也许是就是这些证据不是很充足了，然后呢，因为他也就是面对现实，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了一些这样子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的想法就发生了改变，有可能是这个转世。嗯，应该是不是应该这样子理解？就是不排除，是是，嗯，不排除。他的那个意思是说，他爸爸如果在一年前临死的时候跟他讲，嗯，我一年后还会回来的，他说我肯定不相信。现在我一切皆有可能，对，对对，一切皆有可能。嗯，对对对，这个是他的一个态度的转变的过程。嗯，可瑞斯现在基本还处于就是爸爸给孩子换尿布一年前的那个状态呢，是一点都不像。一旦比如可瑞斯身边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然后可瑞斯一年以后，哇，太神奇了，一切皆有可能。这个换尿布的那一时刻和就是后来，都是，就是家长说的，孩子是当时是怎么说的。啊，是。当然，那个孩子那么小，就按照常理的话，他根本不会说这些。一岁两岁的孩子没有这个语言能力了。啊。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是问题啊。嗯，格瑞斯先生，比如说，你如果在现场啊，嗯，然后呢，确实是有一个两岁的小孩刚刚会说话的时候呢，他就说了这句话，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那当然，我就会对他的语言天赋感到非常意外的。对，是，确实是，这你说的太对了，就是你亲身体验了。嗯，我就没有过。对，这样子的话，你会不会有其他的解释啊？除了合伙啊，还有就是这些意外。就基本上对于这个案子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说，第一没有一手的，第二我也没有亲身体验，第三我也没有看到那个听到那个录音。嗯，但录音可以什么时候可以录的，对吧？嗯，也可以背下来，啊，让孩子就是背好了。我们可以假设啊，嗯，假设这个小孩刚刚会说话的时候，他确实是说了 而且 Chris 先生啊，他也在唱，在唱，亲耳听到了，亲耳听到了，不是二手，就是一手啊。嗯，那这样子的话，Chris 先生他有没有，你有没有会其他的解释？如果有的话，那也许会改变我对这个，也因为你不能，如果你真的亲身经历过，或者是可能是藏的一个什么扬声器在那个他的孩子的肚子里面，是吧？这太极端了吧？这个戏份太多了。这个有必要吗？你会那么想，你会在想的，嗯，昨天他爸爸刚教会他，所以今天就在我面前，他演了一出出戏。比如说美国，他的这个集体意识，大部分的人还是基督教徒，嗯，所以他们对这种精神的存在、灵魂的存在，他们对这个后世、天堂这些概念，都有非常向往的一个态度。是的，嗯，可是这些人都是没有去地狱啊，也没有去天堂啊，这个就是很难解释了。
按这个西方的宗教的这个信仰来讲，不应该存在这样子的人。这个集体意识啊，刚才这是就有点点冲突了。克里斯一定要，这个就是基督教里面也有这个，像类似于这个介于天堂地狱，就是它一个中间的地带。具体的说法我也不知道，就是叫 limbo， 这个英文叫 limbo， 它那个还没有到天堂，也没有到那个国度吧，应该不是人间。然后转世实际上，基督教在历史上最早，还有犹太教都深信转世、嗯、是，但是现在不是，这是旧约的圣经。但现在比如说美国，它的这个集体意识，它的社会很有创造力，它对宗教这种精神灵魂的这种东西追求向往还是蛮大的。对，但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看到的这些啊短片呐、啊，在西方世界来说啊，这不是一个集体意识的产物，这个是说不通的啊，因为他们开始的时候都很排斥的，每个人都很排斥的，嗯嗯，很多父母也就不敢公开，尤其是越是虔诚的这个基督徒啊，他就根本就不接受这个，嗯，西方呢，第一个基督徒他不接受，科学家他不接受，然后这个史蒂文森团队的这个研究的人，他们也给我讲了，在美国社会呢，一般是不会有，比如说这种偏居啊，这除非是刚才讲的，比如说这个财富啊、嗯，就是这样子的意外呢、嗯。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在西方世界里面呢，这个是还是比较被啊否定啊、嗯、嘲笑啊、嗯，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的。对，就是在这个社会里面，你要搞一个骗局，你被发现了，你活不下去了，也是宗教里面、啊、或者是社会里面的压力。对，他应该避免这样的行为。他在西方世界啊，格瑞斯先生，比如说在基督世界里面啊，他这样子撒谎，是不是他的压力就更加的大了？嗯，就是一个罪。那就那这样子的话，就他不可能这样。嗯是是是对，信自有，不信自无，就是说他们对这个东西，如果他们接受它，他们会认为是真的，嗯，然后他就是受到这种意识，就是暗示，接上他们的一些宗教的一些信仰，嗯，然后他们愿意去发挥这个故事，自愿的发挥。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先生啊。他把去世到最后的这个小孩诞生他说话之前他是不行的，客观的来说啊，因为他们呢、嗯、不行啊，这个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个这个现实啊，这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啊发生了以后呢，他没有办法其他的解释啊、嗯、最后就接受了，嗯啊，这个就是不是先心后有啊、嗯、先有啊后心，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你格瑞先生，你觉得怎么样、嗯、这个是不是这样子？集体意识之外，那个人意识上面有没有一些其他可能性？比方说了哈、嗯、我说几个疑点。第一个就是个人有意识的去说谎，所以跟事实不符。第二个呢，可能不是有意识的说谎，他讲的可能是也许是某种记忆上的错觉啊。我不是特别讲这个小孩的意思，我是说那个2000多个例子，可能里边也有，不一定是大部分或是多少，但是可能有一部分是记忆上的一些错觉啊，记错了。嗯。然后如果不是主动的，也不是这种被动无意识的这个说的不是事实的、嗯，那另外一个可能是巧合呢？有没有可能说谎、嗯？有没有可能是记忆的错觉？对。还有一个有没有可能是巧合？巧合是是 嗯。然后呢，刚才这个。Chris 也说了一个哈，信则有，不信则无哈。那好，我们现在一共有四个反对的意见，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哈。嗯、首先来说谎，说这个说谎这件事儿吧。您觉得，比如说刚才这个案例里哈，嗯，谁愿意说谎？为什么要说谎？嗯，刚刚看不刚提了那个什么 BBC 啊，这个骗钱的之外，他喜欢出名啊啊，或是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不一定什么原因提的一个玩笑，然后。下不了台阶，越说就只好编得越远了、嗯、
等等，这很多动机我们很难了解的。嗯，我对这个案例，我是觉得他可能不存在说谎的可能性。怎么说呢？第一个呢，这个小孩他其实在出生的时候，他爷爷已经去世一年多了，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爷爷。但是呢，他能够在爷爷的旧照片上面一眼指出哪个是他爷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要是说谎哈，那得大人教吧？不是，我说的可能不一定，一定是小孩说谎，搞不好是大人说的谎。如果说是大人教的，你要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而一个一岁半的小孩，他能够把这些细节都记得那么的清楚。一一道来，对吧？他能够说你给我换过尿布呀，然后这个什么照片，我是很难相信一个一岁半的小孩在父母的这种灌输下，他能够记得那么的清楚。这是我觉得第二点。第三点呢，图名或者图利啊，或者图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什么名和利财可图？就是简单的讲，比如说一个他爸爸会说，我老婆生了我爸，这个就是这个也没有什么名誉可图，对吧？我觉得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有留意到他妈妈说他信的是一个什么一个宗教，应该是南方什么啊，南方什么心理宗教什么啊？他是不相信转世，对，他有说过他是跟他的这个跟他的信仰相违背的，因为他那个信仰是根本就不相信转世的。那你对一个这个教徒来讲，他怎么可能去编一个跟自己信仰相违背的？信仰不够虔诚，那他要受到社会的整个的舆论呀，对不对？特别是因为他这个身份是一父亲。那我反过来问说，他为什么特别要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呢？因为他真实的发生了，所以。对，但是他提出来是不是有某种动机呢？我觉得没有动机吧，就是因为他。我觉得他母亲其实这事儿对他母亲的冲击也很大，因为就是跟他之前信的东西很不一样。其实之前恰恰是信则有，先是信仰基那个基督了，然后认为有一上帝。恰恰这个儿子的这个事儿发生在他们身上了，然后他现在是有则信，有了儿子这个事儿，他则信了，则开始相信这转世这事儿是否成立了。然后我还觉得啊，就是刚才顺着刚才那个可疑这点来说，我觉得作为当事人之一的父母来说，他们的身份是父母，他们从情感上来说理应该是教育孩子不撒谎的。如果他们是培养孩子撒谎，我觉得这是有悖于做父母的原则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恰恰看到的很多事儿是父母原本可能是坏人，什么小偷小摸的，然后因为有了孩子，恰恰觉得我们不能把这东西让孩子学会了，然后从此改邪归正了。对，要是因为有了孩子还教孩子学坏，这种父母也比较少见，也从常理上不太行得通。其实刚刚咱们聊的这一个案例哈，既不是催眠也不是濒死体验，就是一个正常人在正常底下说的这么一个事儿哈。然后我们几个呢也确实没有接触过这样子一些声称自己可以有前世记忆的人。所以堪布，您在以前的这个采访当中哈，有一些这样的案例吗？我这本书里面写的2003和2002的时候，这个发生的有几个小孩的这个案例啊，就有一个小孩啊，这叫做菲罗，他的名字叫做菲罗。然后呢，他的前世是什么呢？他的前世呢，就是住在他们的附近的一个修炉的工人啊。那你说？他说我的前世是那个修炉的工人啊，羊炉的工人啊，那他可以得什么呢？你看看，得名吗？得财吗？贪什么呢？无利可图。然后呢，将近20年我一直在关注啊，他没有发生任何的这样子的，比如说骗局啊，没有发生任何的骗局。他就是他现在出嫁了，后来。现在就有一个普通的僧人。另外一个呢也是一样啊，另外一个也叫做一个小孩子呢，叫做这个贪科啊，就是这个小孩啊，叫贪科啊。他有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牧民家庭，他出生在啊，然后呢他说的这个
这个前世是什么呢？也是一个很普通的牧民家庭的一个人。那么他说他是前世这个人的专使，他有什么理可图呢？然后我去采访了他的两个前世的两个这个姐姐妹妹啊，他们都流着眼泪讲啊他们的这些故事哦。当然我们比如说个别的呢，我刚才也提到了啊，有这样子的人，但是呢如果我们一切都是用这样子去解释的话你当然可以这样的怀疑，但是呢实际上这个说不通，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是有他们的这种感情啊，尤其是我们解释不通的啊，克鲁斯先生，比如说这些小孩真的是他对他的这个前世的父母啊真的是有感情的啊，尤其是我就是2018年呢，又就访问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家庭，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图片。这上面的啊，这个右边的这个小孩子呢，他现在是4岁多啊，然后呢，他的前世呢，前世呢也是一个男孩子啊，是这个右边的啊右下角的这个老太太的。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对，那克里斯先生，你看看他们两个合伙，就有可能来搞什么编剧那么两个，一个小的和一个老人，对，我就是每一个案子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在这里呢，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本来就是对转世很信仰的，他完全就顺合这个当地的文化和这个信仰，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你很难说服任何人他们是搞什么骗局的，什么阴谋，就是说他因为他发自内心的就是信这个转世的东西，不是。这个不能这样子讲，我觉得啊，我们客观的去分析才是对的啊。那比如说这个，我讲一下他的故事。这个小孩子啊，他还不到2岁的时候啊，他下这个小梯阶的时候啊，楼梯的这个阶梯的时候呢，他都不能就直接走啊，就往后退着走。那么小的时候啊，然后呢，他的父母因为他们要出去打工。然后呢这小孩就是放在他奶奶家里，然后他原来的这个他出生的地方跟他后来他奶奶居住的地方呢，大概也就100公里左右，70-80公里左右，他们之间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从来也没有见过面这样子。然后呢这个他奶奶带他去参加一个他们的一个寺庙的一个法会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小孩呢就是看到了这个老太太然后一眼就认出来了然后就是说这是他的妈妈这是他的妈妈。然后我也采访了这个老太太然后呢他说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小孩就是坐在他的旁边一直都不走，说你是我的妈妈他说他以为是一个什么他邻居家的小孩什么这样子的，他说那个时候他在念经那么他就拿了一个这个糖果给他我们改天再见。他也没想到这个是他以前的儿子。那后来呢，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他经常来找这个老太太，就是他这个小孩子他说我是你的儿子去世的那个儿子，然后呢我们家有什么样的马然后呢有什么样的牛，有什么样的这个羊然后呢我们家居住的这个左边有什么样的这个比如说像一棵树一条河右边是什么，上面是什么，全部都是说的一清二楚说的清清楚楚。然后呢他说那天呢他出去了以后呢，他在那边睡着了，他还没有觉得他自己死了第一次就是就给他这个老太太这么讲然后呢现在呢
这老太太呢真的是坚定不移的相信是她的儿子啊。她跟我讲呢，她说她这老太太家里非常的贫穷啊，她自己没有家，她现在住在一个养老院里面啊。然后 就老太太就是流着眼泪说啊，我特别特别想有一个家啊，我想把这个儿子，我的儿子带回我的家啊，但可是我现在没有家，我为什么拍这个这个右边的右上角的这个照片呢？他特别想念这个他的这个儿子啊。然后呢我给他拍了一个照片，就戏了比较大一点的，就送给这个老太太的，他特别特别的喜欢啊。然后呢我去照了这个小孩子啊，那这边两个比较年轻的是他现在的爸爸和妈妈啊，那另外这个呢是他奶奶。我在场啊，小孩就是说他说我那边还有一个妈妈，一个老妈妈啊。我跟他说，我故意跟他说，你妈妈不就他吗？你怎么还有一个妈妈呢？他说我有两个妈妈。他们就给我讲啊，2017年的春节的时候，他说他一定要去看他的这个妈妈。然后呢他自己主动的去他们家里的稍微好吃一点的东西啊，他装在口袋里面，然后他自己背上。那个时候因为过年呢，这个公交车呀都放假了，都没有了，所以就找不到车，然后他自己跑了以后呢，他的现在的这个爸妈就是坠在后面就现在这个你去就是没有公交车你现在不方便过几天我们可以送你过去。他说没有公交车，我要找一个摩托车我要找个摩托车，我一定要去看我的妈妈。可以感受到这里面呢有一种情感的连接。这个啊 Chris 先生，这个一定要面对现实的啊，这个面对现实吧。这个不仅仅是他这样子啊，全世界的这个小孩子们刚刚说话，就是说到他的妈妈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基本上这样子啊。你说比如说你刚才说小孩子肚子里面装个什么东西让他说话。但这个感情怎么让他表演出来呀？这没办法呀，装再多的东西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这种感情这个事情啊是没有办法解释的。真的没办法解释，这就是人类的一种另外一个生命的现象啊，这个是不能用骗局啊这样子的东西来形容，这个是要面对现实的。他妈妈跟我讲啊，他说他小孩呢这个就拥抱这个老太太去亲他啊，然后呢妈妈就说你不要亲我，我很脏的啊。他说我妈妈不会很脏的啊，我不可能我妈妈脏啊。然后呢他去亲这个老太太，他现在的妈妈说啊，他说他站在旁边他都流泪了。这些都是很感动的，克里斯先生，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听起来非常感人，感情是真的。本来我还想问堪布说，怎么判断这里面有没有人说谎？但是您刚才讲了之后，其实我觉得这个疑惑已经解开了，就是这个情感，这个没有办法去表演和撒谎的东西，他一下就可以戳穿说，哦，这一定就是一个让人感觉到是一个真相了。对，如果这种现象啊一个两个的话，那可能也许有其他的原因啊。全世界各个地方，这不分国家，不分民族，不分，因为父母的这种感情呢，这没有民族跟国家跟这个其他宗教的这种区别啊，都是这个是最世界上最最最最最深厚的感情。所以呢。不管你的这个文化背景，你的宗教啊，你的父母的小孩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不管是什么样子，小孩子就是他对这个父母潜意识父母的感情呢，都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史蒂文森的这个团队他们也跟我讲，科学是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他说没有办法解释。你不相信可以，但是你要去解释没办法解释，没办法解释。对，是。所以刚才我们聊过了哈，如果说这个里面没有骗局的可能性的话，那刚才其实志成还提出了第二个观点哈，有没有可能是记忆错误了呢？刚才说的是